耶，可娜，有，这些都是你做的吗？这些吗？有一半以上是我加热的，，过猫，然后这个是咸鱼，这是咸鱼，这是羊肉、猪肉。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香蕉饭，然后那个是地瓜，那我们要开动了吗？开动，我们现在做祷告了。开动要祷告，妈妈做祷告。好，不要母语。OK， 好。Anak ya kahalan na isyo ko to kayo sa gamalan. Iik na si ka mo sa samimanit na nikon ka ni. Kalpi sa mimaki. Laki sa miwas kayo ya ka na ito. Ano yung tiyaw sa muwan ka ni. Kansya na laki. Siyo Yes Kristo. Amen. Amen. 好，开动，开动，来开动。第一口一定要先吃这个，因为这是开胃菜。来，筷子。OK， 筷子。对，来。看一下，他是说筷子不是筷子，哦，筷子以后我们拿筷子，像我们平常直接用手了，对，它是一块的，对，一块的，哦，不是肉，那你有吃吗？我有吃，有的，我有吃，我很确定我有吃，白白的肉，味道很重，是吗？就发酵味啊，小米，有点像酿的什么东西，开始害怕了，对，现在好，来。酿过的饲料还是酿过的饲料，我的味道。来，一起一二三，对，全部要放进去。对，咸的，对。哦，越嚼越吃完这个才会想吃饭。不痛。它好硬。不是，我刚刚一块，它分两罐，我本来刚刚咬一罐，都咬不断。我就整块塞进去，结果到现在太大块了。好，味道。我跟他分开贵嘛，该有礼貌。等等，一定要吃。对，一定要吞进去。如果你吐出来，老人会骂。对。妈妈，你看那边。我咬不惯它。太大，要硬吞嘞。酸的时候就吞进去。有鬼吗？是啊，有小米酒了。我更高高。来来来来，啊，谢谢，晚上谢谢，要多吃一点哦，明天那吞药吗？它就是猪肉了，猪肉拿来腌，那有什么好特别的？你们为什么不讲？因为是生的，生猪肉，这个是生的，生的，那它是生猪肉，不吃起来口感就像生的，对不对？嗯，哎，而且我觉得我吃它一块肉，我饱了。突然就不饿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我们开动，我们边吃边聊，好不好？来，开动，你们累了。哎，蛮想吃这个，味道很赞，对不对？味道说不出来。有一种我们泰雅族的有两种调味，一个是山胡椒，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刺葱，然后是用刺葱。山胡椒，对，就是马告。你们家常听到的马告，马告不是胡椒吗？它叫山胡椒哦，山上的胡椒，对，不是海里的。对，我想说，我在想山胡椒，哎，山上的食物。对，因为你在想山胡椒，我心想好辛苦哦，要下海，因为采珊瑚来磨。那你一直从小就是在南澳长大？国中毕业有到台北了，台北读书。那你几岁才又回来？30。为什么赶回来？因为那时候回来之后，去部落有一些平地人在我们部落做一些旅游。对。对，就是使用我们部落的资源。嗯。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可以回来，就是带动部落可以做这些旅游啊，这些体验。回到部落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去深入自己的文化生活，然后。看到很多，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具，比如说杯子哈，杯子他们怎么做的，筷子怎么做的，这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但是我都不会。然后就是回到部落的时候，其实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3年，自己慢慢摸索。然后就是固定会有
一个老先生，他去喂鸡，然后都会经过工作室。我在那边做的时候，他走过来，问候一下就离开了。然后，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大概快一年多，他从经过一直到一年后，他就进来。他说：“你还在做，从笑我，一直到认同教导我，然后认同我。”他说：“你是真正的原住民。”我听到那一句话，我觉得给我感动，坚持下去的动力。嗯，我觉得这是你就是几百年来的一个文化，盖亚的一个文化。我觉得必须让下一代，要让你的小孩他也知道。对，好可爱哦。吃啊，是。明天的那个工作很累哦，所以今天一定要吃好。对啊，明天还有工作吗？所以我们今天幻术的这个工要做到明天去哦。对。啊，你不早讲。我今天只是去山上散步，是吧？啊，我刚刚不去了啊。不是。没有，最主要是那个，最主要是妈妈跟太太还有肯娜辛苦煮的。对了，哦，你搞半天，一个多小时半天。哎呀，那个我先帮我服务嘛。对啊，先弄给妈妈跟那个太太。跟谁太太？这个是你老婆要求想要喝的。真的哦。对。他知道你会煮哦。哦。你们两个很撑哦。我都不敢看，聊得很深啊，开玩笑，两枪就打死了。好了吗？怎么样？是啊，你喝看。我看你的脸，我就觉得，你在喝。你先等一口，你不要翻桌哦。这是你自己的桌子哦。美味了。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请问今晚住谁家？赶快来订阅哦。